全是要离去。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早，欢迎我们一同在线上一起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早祷会。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是复兴祷告小组祷告方向三外展，为布道祷告三得着领袖。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除了外展，像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同事同学，为我们的家族，为与我们有关的这样子的团队团体来祷告的同时，我想除了这些人的生命、这些人的灵命很重要之外，我们也要更扩展我们的眼界。我们要关心的对象还有那些在上执政掌权者，所以得着领袖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先一同来攻读今天的主题经文。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第二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第七到第十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七到十节，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不摆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不摆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第三处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狱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圣经读到这里，俗话说擒贼要擒王，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抓人，我们要去把人掳过来，不是这个意思。好，传福音的目的我想不是去抓人，让人家觉得心里有恐惧，相反的，传福音其实是为了要让被掳的心中有捆绑的，我们是要去帮助这样的人来得释放，来得自由。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跟这个我们刚所讲的擒贼要擒王其实有一点点的是有那个一致性在，我们就是要帮助他，让他被捆绑的灵能够释放。当我们得着一个群体的领袖，其实就好像跟我们在抓鱼一样，我们得到了这个领袖，我们就得到他周围的人，我们得到领袖，在他下面所有的人我们也就得到了。所以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就有提到要为君王和一切
在位的要为他们祷告。所以为领袖祷告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使徒他的教导跟他的侍奉。在使徒行传的16章31节，保罗也是这么说。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通常我们都会把这句话把它解释成啊，只要我信了耶稣，我的家人全部都会信主。但是当我们根据这个圣经的原文在看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整个脉络的时候，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它是说，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当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跟我们相关的人都会得救。这边提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当一个将领他得救的时候，他的家人、他的仆人、他的奴隶、他所管辖的、他所带的这些兵，通通都要得救。在使徒行传28章，我们有看到，当保罗他遭遇到船难的时候，他漂流到一个叫米利大这样的一个岛。他漂到这个岛之后，不是在那里自怨自艾，即便这个岛不是他当初要去传福音的点，保罗仍然在那些土人在这个岛上还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当保罗漂流到这个米利大这个岛上，保罗带领那些土人来信主，而且当他在带领这些土人信主的过程，真的是充满了奇妙。一开始他去到这个岛，其实有些人就看到保罗拿了一捆柴丢到火里面要烧，结果没有想到跑出来一只毒蛇，那个毒蛇就怎么样，就往这个保罗的手上咬，而且缠着保罗的手。所以旁边的人看到，哎呀，这个人一定是个有问题的人，好不容易脱离了船难，结果现在你看毒蛇又来咬他，他真的该死，绝对会死。结果没想到神真的特别保守恩待他的仆人，结果后来保罗就把他手上这只蛇就甩到这个火里面。大家都在等保罗可能等一下就倒下来了，可能等一下就病，这个毒就发了，哦，人就死了。结果没有想到保罗完全没有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就觉得，哇，他不是有问题的人啊，他是神人啊，哇，这个是很特别的人啊，神恩待，神恩待保罗。所以后来辗转来到这个岛长的地方，哦，这个不百流的家，因为不百流的爸爸发烧了，哦，有这个还有这个痢疾，所以躺在那里的时候，上帝预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保罗就去怎么样，就去服侍这个岛长的父亲。所以当他服侍了这个岛长的父亲，他身体逐渐康复之后，哇，这个岛长他的心就被保罗得着了。所以保罗他首先得到的就是这个岛长。保罗服侍岛长不百流的家，得到了不百流，不只是得到这个岛长，也得到这个岛所有的居民。从得到一个人，得到一个领袖，就成为得到这个整个岛所有的百姓。从刚才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我们也发现
这些百姓，这些岛上的百姓非常热情的来招呼，来款待保罗，甚至当他们要上船要离开这个岛的时候，哇，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他们要出发所要搭乘的这一艘船上。弟兄姐妹，得到一个群体的领袖，就可以得到他下面所有的人。我想昨天也有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婆家，也就是翁牧师他们家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验。翁牧师的家也是从阿公开始，这个家里面的头，家里面的领袖，从阿公信主，接着阿嬷信主。阿嬷信主的那年又好特别，因为那一年我的公公刚好丢罗住，所以刚开始其实我的公公是怎么样啊？心里是很生气的，甚至心里还有埋怨：我丢罗住，我被安那信耶稣，我当一个卤主，我怎么跑教会啊？甚至还埋怨啊那个信主的小叔叔。小叔叔的绰号叫大哭的，死大哭的没带没去，没带没去去信耶稣，心中会有埋怨。但是神的功很奇妙啊，就从阿公阿嬷开始，当阿嬷去到教会几次之后，觉得哇这个地方真好，就开始要他的孩子一起来教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翁家全家，就是在父执辈的那一家全家归主。不止如此，现在孙执辈的，就是欧牧师他们这一辈的，也都是信主。甚至在这个家族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有三个牧师都在长老教会里面服侍。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家庭里面，当一个国家里面的领袖，当他信主了，他旁边的、他周围的、他的同工、他的部属、他的家人也就全部信主。再过来，我们要来看得着校园的权柄，就是得着校园。不管说是在我们的职场上，甚至在学校，这样子的法则也是适用，也是通用的。这边有提到2019年爱网的基金会，他们奉献了一批的冷气机要给这个云林的一个学校。所以杨林雅牧师就跟着这个爱网基金会的董事就一起去参加这个剪彩。当他们去参加这个剪彩的时候啊，这个杨英雅牧师就问其中一个爱网基金会的董事，就问他说，在今天的这个整个剪彩的仪式过程当中，还有跟校长在分享在交通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看到哪些是上帝的作为？有什么是上帝的作为啊？结果这个董事就说，有啊，我有看到，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权柄啊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这个爱网基金会他得着了校长的心，得着校长的心，整个学校那个门就打开了。所以得到一个团体的领袖，就可以得到这个团体所有的人。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得着这个学校的呢？首先他们就去认识校长，他们不只是认识校长，他们跟校长有很好的交通，他们跟校长祝福，为着校长祝福，为着他们的学校祝福，为着老师们祝福，为着整个校园来祝福。他们不只是捐钱而已，他们更是看到哇，这些孩子他们的需要在哪里，所以他们爱这个孩子。他们缺少冷气，读书的时候很热，上课的时候很热，
汗流浃背的，但是基金会这些董事们看到了孩子的需要，那特别在那一年哦，这个马光国中有一个老师就跟这个董事分享，他说我们要特别的谢谢我们这个基金会，因为他们用满福宝来帮助那里的学生，帮助那里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啊，很头大，而且是一个中辍生，都不来学校上学，翘课逃学，很伤脑筋的一个学生。但是这个董事这个老师跟董事说，自从你们用这个满福宝来带领这个孩子，陪伴这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信主了，也受洗了，那这个孩子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本来是中辍生的，现在都回来乖乖的上课。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影响校长，影响老师，甚至也往下影响帮助了学生，让他有一个正规的一个学习。所以他们影响了校长，影响了老师，也影响整个校园，就是福音进入的校园被打开了。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中南美洲的布道家叫做路易斯鲍勒，这个布道家有一次啊，上帝感动他，哎，你要去玻利维亚，要去这个国家，要去找这个总统。那当这个路易斯鲍勒他找到了这个玻利维亚的总统，跟总统有很好的交通，那他就跟总统就说邀请一起来祷告，不只是这样，也邀请这个总统来信主。那当这个总统信主之后啊，总统就把晚上的这个电视节目，特别是那个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那个时间都交给了这个布道家，然后让他在一整个礼拜当中那个黄金的时段给他开布道会。不只是这样，这个玻利维亚的政府还让100万本的新约圣经让他可以开放进入到校园里面。再后来玻利维亚这个国家的宗教课程全面都用圣经里面的新约圣经来作为教材。亲爱弟兄姐妹，当一个国家的领袖被主得着之后，他对主的信心，他对主会影响，从主领袖的爱，就好像那个腹中的水涌流出来一样。所以这个玻利维亚国家的总统，他一个人信主，就影响到他的国家上上下下。周神柱牧师跟非洲有一个 Dennis 的牧师也常常提醒提醒杨尼亚牧师，他说我们要每天起来要警醒祷告一个小时，要从家庭的权柄，要从做父亲的开始，爸爸有信心的时候，下面的孩子们，甚至他的妻子也都会改变，也都会信主。当爸爸开始祷告，开口承认他自己是软弱的，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救恩，承认他要上帝来带领他，全家都会归主。所以当我们在每一年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其实母亲很辛苦我们通常都会在母亲节的时候非常的感念自己的母亲，但是不要忘记了父亲节也很重要。父亲节不是把爸爸的钱拿出来父亲
叫做父亲节。父亲的辛劳其实不亚于母亲，他在外面所受到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人与人之间，同事之间的竞争等等，其实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爸爸。做父亲的在家中是最有权柄的，所以爸爸的一句话其实影响整个家。所以当爸爸在这个家庭当中被主得着的时候，神就要得着这整个家。所以我们需要为着我们家中的我们的领袖，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那个讲话最有分量的那个，讲话最有权柄的那一位，我们要时常为他来祷告。如果他已经信主，如果你就是那个家里的属灵的领袖，好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权柄，要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孙子完完全全的一个都不落掉，把他带回来神的面前。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我们是要成为一个得人的器皿。上帝要透过这个复兴祷告小组来祝福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家，祝福我们的职场，祝福我们的校园，祝福我们的城市，祝福我们的国家。神要转化我们的生命，从无到有，从本来要进入死亡的生命，成为一个蒙神救赎的生命。他要把我们从缺乏当中带领进入到神所赐的恩典及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要求主充满我们的心，给我们勇气。我们要向领袖，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元首，我们国家执政掌权，我们的政府的官员，我们要为着能够来得着他们的心，得着他们的灵魂来祷告。主要透过我们来转化我们的国家，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求主充满这个地，求圣灵运行在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地。我们一起来唱。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与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是缘，以基督的心为心。充满我们，来医治这人。
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彰化这里，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来默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机会接触哪些有权柄的人，你觉得你是可以去影响他来让他们信主的？假如我们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当权柄有权柄的这样子的人，可能是在我们的家庭中，可能是在我们的职场，如果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影响人，来成为人的祝福？我们需要有人成为我们属灵的同伴，我们需要有人成为我们的带导者。现在弟兄姐妹 RPG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可以彼此可以坦然无惧，可以把你的需要在小组里面，在这个 RPG 里面我们就可以分享。这是一个流通的管道，是一个很能够信任的管道。你不要担心别人怎么看你，哎呦，我讲出我的软弱来，人家会不会笑我？不会，因为在我们的 RPG 的这样的小组当中，大家都是为你祷告的代祷者。所以好不好，如果你已经是享有这个权柄者，你不要觉得你已经有权柄了，你就不需要别人为你祷告了。那个时候我们更需要有我们属灵的同伴来为我们祷告。所以不要担心别人怎么看你，你要担心的是神怎么看你。让我们一起继续来读今天的导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十六章31节到32节。使徒行传十六章31节到32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除了得救之外，更重要，当我们得救了之后，要把主的道要讲给他们听。不只是信主了，好了，到这里结束了，没有，继续领受上帝的话。每天清晨这段的时间就是领受上帝的话。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求你来充满我们。主，求你来充满这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一家之主。谢谢你给我们极美的应许，当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和我们的家都要得救。主啊，你使用我们不只是成为我们家庭里面的祝福，主啊，我们更是要为着那些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主啊，就如同今天的信息所教导的，当一个国家的领袖被主得着了，主啊，他就会影响整个国家上上下下的百姓。主啊，你当时如何让这个玻利维亚的总统得救？主啊，他能够在那个黄金的那个时段都奉献出来来开布道会。主啊，能够让整个这个政府有这个100万的新约的圣经进入到他们的国家，让这个宗教的课程能够成为新约的圣经的教材。主啊，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也期待这样子的事情也能够临到台湾。
主啊，以前有所谓的、为国家的这个早餐的祈祷会，主啊，虽然这个祈祷会暂停了，但是神你的工作，你的救恩不停止。主啊，你的心意是要使万人得救，你设立了这个权柄在地上，主啊，你就是为了要祝福这些权柄下所有的人。主啊，你的心意实在美好。主啊，我也恳求你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成为那个传好信息的人。主啊，你也使用我们祝福我们在我们权柄之下的人。主也愿意来祝福我身边那些有权柄的人，主啊，使一切属乎这个权柄者他周围的人都能够被你的福音来得着。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阿们。复兴小组的祷告三十天的早祷会，很高兴今天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结束，但是这并不是表示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不用晨祷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的 RPG 没有结束，我们继续在线上，我们继续跟我们的 RPG 的我们的小组继续来祷告，我们定期的来分享交通。从明天七月一号开始，我们很开心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美好的信息。我们早上五点半仍然能够一起聚在一起，在线上团聚。从七月开始，我们要使用每日的研经释义，七到九月份的来一起晨祷。别忘了，明天清晨的五点半，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那盼望今天新的一天，神给我们新的力量，让我们从早到晚得蒙上帝的祝福。愿主赐福大家，大家平安。